如果我真的想合作的前輩，我想是坤哥啦。坤哥是我心目中最想最想跟他唱的，因為其實他的歌呢我又很熟悉，咁同埋我又好中意佢啦，佢个人又好 funny， 咁所以希望可以同佢合作。我自己系又兴奋又开心，同埋又紧张嘅。开心系因为我哋又可以有个机会同大家见面同埋唱歌啦。咁但系紧张就系、是希望可以快啲知道我哋做啲乜嘢啦，跟住然之后就练习，跟住就唱歌，希望唔会令买飞嘅人失望咯。呢个系我哋我嘅目标，我哋嘅目标系。我就係興奮多啲嘅，即係咧往年咧三十一號倒數，然之後咧一號就要喺屋企嗰度趕功課啦。咁但係今日我可以開開演唱會喎，咁樣仲要就連功課都唔使做啦，咁樣就好興奮咯。咁我就祝願香港所有人啦，即係新一年可以過得開開心心啦。跟住佢哋可能有啲乜嘢目標，有啲乜嘢夢想都可以喺呢一年繼續去追啦，同埋。私心啲讲，希望香港乐坛越嚟越好啦！一月一号约定你同我严明熙，同埋我余卓飞、Archie、Rock、星梦学院一齐庆祝新嘅一年！星梦维港 Party Together 演唱会2022，到时见啦！耶、yeah! ！